罗山村地处花东纵谷平原，是花莲县南端的小村落。而罗山村又以泥火山景观、手工豆腐、罗山瀑布闻名。罗山这边之所以会有泥火山的话，主要有几个因素。因为这下面有立即层，那立即层的组成主要是以泥岩为主，泥岩相对是比较不透水的地层，底下的地下水跟受压气体深埋挤压之后，就会形成一个比较高压的环境。当有断层或是裂隙通过的时候，就会使得这些地下水往上涌出，混杂着附近的泥岩之后变成泥浆，涌出地表形成泥火山。而泥火山有几种不同的形态，在罗山这边最常见的是属于喷泥盆。每一个人都说自己亲手做的食物总是比较美味，尤其是自己做的泥火山豆腐，吃起来更是滋味香醇。提到罗山村，最有名的就是泥火山豆腐。你除了可以品尝到好吃的豆腐之外，你也可以自己亲手做豆腐。这边的豆腐之所以会这么有名，主要是因为制作过程中利用泥火山富含矿物质的卤水当作生产原料。罗山村的另一个特点是，他们是台湾第一个推行有机无毒农业的示范村。他们为了土地的永续，结合所有村民共识，推行了有机无毒农业。而他们也是第一个把生产、生活、生态相互结合的有机社区。地质地景带动了永续的有机坚持，这就是罗山魅力。